想飲咩？今日我請客。咁好？梗係啦，我有張買一送一 coupon， 好抵㗎。哎呀，冇帶到出嚟添。不如等我嚟啦。手機都可以即時 download coupon 嘅咩？係啊，只要上 csmobi.com 就可以隨時接收到全城最熱門嘅餐飲娛樂購物消費優惠。睇啱優惠，仲可以即時 download 同 share 俾朋友添，咁就唔怕唔記得帶啦。csmobi.com 全城之刻優惠，睇啱即用。大俠，看招！節目嘅六物神劍，再節目嘅降龍十八掌。八部二 online 有齐金融十大门派，自由选择各种武功招式重现眼前，加埋全新开放嘅第八本心法，乔峰段誉都唔够我砌啊！哈哈哈哈，天龙八部二 online 全新改版，惊已登场。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国际释迦文化中心送赠给山区学校的儿童百科全书，结集3000多名学者，花上7年时间编制而成。若果你都想参与今次活动，中心可以代办并送到受惠学校。每套儿童百科全书年运费港币180元。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仲会回赠内含14套精彩印度电影光碟1辑俾参与者，请将存款收条连同姓名及联络资料传真23380633或电邮至 aardf@navigator.com。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嚟改革农村嘅工作，可浏览 www.happyhari.com。牛佬的古惑仔我觉得是最有文化价值。古惑仔我觉得最好看就是少有的香港的作品里面是多些成年人的心态描述，多些世故的世态描述。纵观全香港的编剧，牛佬写的对白是全香港首屈一指。古惑仔能文能武，叱咤江湖，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版，和平出版有限公司制作。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香港人网敢讲字好听，我是张智霖。星期一、三、五，萧山坐镇陪你游走古今时事，道尽文史哲理。风雅萧萧，现在开始。是风雅萧萧的时间，今晚是 live 的，不过就是很多人病，而夜夜我都病埋。就是这个结果，就是昨晚早睡了，但是今天还是有少少发烧的，所以我们给你们讲多些东西。首先讲一下这个拉布先啦，好，咁啊，又由我讲下依家拉布最新嘅一啲舆论嘅情况啦。咁啊，基本上都可以依家可以大概分做三种意见，一种就系我系讲嘅比较亲，即系支持拉布啦，反对拉布啦，仲有一啲就系可能比较亲民主党嘅或者系比较中间派意见。咁啊，你哋都会可能估到啦，即系我讲嘅苹果同埋信报可以话系两支即系最坚定支持拉布嘅即系媒体啦。咁啊，佢入地入边嘅文章多数都系会讲翻一啲即系拉布入边嘅趣闻嘅，譬如诶呢一个嘅。即系黄定光昏迷，咁啊搞到阿梁国雄要嗌救，即系同阿佢死系咪死咗？系啊，佢系咪死咗？救人如救火咁啊，同阿曾玉成讲啦。譬如阿黄国健，因为冇饭开，好即系喺度发脾气，话点解冇得开饭啦？开饭好重要啦，冇饭开就做唔到嘢咁样啦。咁啊，仲有就系梁美芬夹眼睫毛啊、搽唇膏啊，即系呢一啲嘅趣闻都会系反映咗，其实而家即系呢一班所谓即系好勤力去开会嘅议员，其实喺入边都唔系开会，就只不过咧系喺度即系做自己嘢啊、发呆啊等。
等等咁樣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反拉布，其實大家亦都會預期到佢哋講嘅嘢都係即係不停喺呢一個浪費公帑啊、延遲政府一啲嘅重要議案啊，或者係其他即係我哋講話咧係覺得係搞搞震啊、搞事啊等等嘅一啲嘅方向去批判，即係我哋講而家做拉布嘅幾位議員啦。咁啊，比較特別就我講中間比較模糊一啲嘅。咁啊，譬如我哋講李慧玲咁啊，其實佢喺琴日曾經出咗一篇文咧，係被即係可以話反對人民力量嘅一啲嘅即係社運人士啊，或者一啲民主派嘅一啲民主黨嘅支持者奉為聖經嘅，就是、因為佢就落咗一個定論、就是，就係呢一個長毛同大舊呢一啲，即係或者鬱敏呢一啲咧，就係壞人嚟嘅。咁啊，不過壞人係做好事，咁啊，我哋好矛盾啊，咁樣都唔知支唔支持佢，支唔支持佢哋好啊。其實佢係支持拉布呢樣嘢噶嘛。係啊，其實今日佢個篇就更加有趣添啊，直頭佢已經係講到明係對而家泛民係。恨鐵不成鋼啦，所以甚至用埋食飯都有飯添。係啊，其實單獨俾用埋飯團咧。佢用咗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其實我一路都講就係、是、泛民主派或者我哋所謂民主黨，你唔拉布唔緊要啊，你有冇一啲新嘅嘢出嚟去話俾人哋聽，你做唔做到？呢、這個就我哋一向講嘅嘢，你有啲都有啲部署話俾人聽，你預備點做先得噶嘛，係咪啊？即係你係冇嘅，咁咪搞到而家兩邊不是人咯。即係佢唔出現，啲人其實又會覺得佢係其實係咪暗揀幫緊拉布嘅喎？咁嗰啲所以反對拉布嘅人都唔會支持佢哋嘅。唔係，如果有嘅話，其實好簡單，咁我哋咪就唔知。支持人民力量去支持你哋更加好嘅主意，但依家就系冇啊嘛，所以咧慢慢就变到咧，好似我哋讲话，譬如阿林辉啊、陈景辉依家喺网络上边好鼓吹，黄世泽佢哋系咪企翻过嚟呢边？系啦，黄世泽同林记啊企翻，即系好系支持翻咧人民力量拉布，即系好明显依家佢哋呢一班即系原本话系即系可能诶觉得诶即系黄毓民或者林陈伟业佢哋唔好同意佢哋政治立场嘅，而家又再次即系分开两边人啦，咁啊林记同黄世泽好坚定咁支持系拉布系正确嘅，咁啊林辉同陈景辉而家就开发一个嘅论调就系话。其實兩邊都係雙輸噶啦，即係泛民又俾人話搞搞震，拉布嗰即係建制派又係咧係喪失佢哋嗰個立法會形象，我哋都咩都做唔到啊，兩邊都應該放棄噶啦，兩邊我哋都應該即係唔好再理啊等等，即係呢一個就係即係而家目前嘅三種嘅論調啊，支持拉布、反對拉布同埋即係覺得唔好再搞嘢啦，冷處理佢咁啊，唔好令到人民力量係一個得益者咁樣樣啦。係啦，咁就係即係，但基本上咧係即係。支持人力嘅人係多咗嘅，其實係，你會感覺係。其實而家因為我感覺到嘅就街外面啲人咧，其實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咧，見到咧而家拉布搞到嗰班保皇黨議員咧雞毛鴨血，其實心入面係好爽嘅咯，所以就會變咗就會反而即係可能會人民力量佢哋就冇咁反感。其實有一樣嘢係一個大指標嚟嘅。琴日我去咗鬱敏辦嗰度幫手整啲發言稿，但都未有啲人送啲禮物上嚟嘅。點知今日你見到 Facebook 直情佢鬱敏大舊都有轉。贴到佢相，花篮又有，即系花花篮果篮又有，即系蛋糕又有，喉糖又有，咩都有。唔系，同埋亦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即系有好多原来坊间人会觉得咧，你做咁多嘅议案咧，好似系一个好勤力嘅表现，咁就觉得啊呢班议员都有做嘢，提咗千几个修订案，所以谢伟俊就要坚持就要同大家讲，其实佢哋嗰啲修订案系无聊嘅，你唔好以为佢真系做咗嘢。咁但系事实上呢一种嘅做法，似乎不但止即系依家嘅倾向就唔系搞错，可能因为个时间仲未好长，反而佢会觉得。咦，成班人喺入面開會喎，好嚴肅咁討論一樣嘢喎，覺得真係做緊一樣嘢。呢一樣可能係，亦都係我哋講係比較切合我哋依家嗰啲市民，即係覺得啊太激烈啦，動作啊肢體衝突好激烈嘅人嗰啲嘅一個願望咯。係，咁就即係首先講翻一樣嘢先啦，即係詹培忠啊，即係話係我主使噶嘛，話有個燒燒嘅。呢個真係令我非常驚奇，即係呢個 idea in general 咧，我就好早提，但係咧即係件事咧就同我完全無關嘅，實在咧即係我唔敢呢個。居功即系咁样。其实佢仲要暗示个话，你听你就知咩事啊！即系好明显，佢一定系人望嘅听众。如果唔系，佢唔会用听呢个字，佢会用睇啊，或者系用阅读呢个字啦。即系好明显，佢都系人望嘅听众。可能佢而家都听紧我哋。好啦，但你讲下呕啦，跟住你又讲下拉布嘅形势啦。其实而家咁啊，因为咧，其实我哋都会预期到，因为不停拉布咧，慢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首先第一个情况就系开始会嗰个感觉上会比较闷啊，因为开头你会觉得啊好有趣好多，即系比较戏剧性嘅嘢，慢慢就开始进入一个延长战啦。咁啊睇即系其实我头先睇内务会议，其实郁敏已经出声啦，即系你会睇到喺体力方面，郁敏又出声啦，系啊，咁系一个挑战。咁另外咧，建制派而家开始走嘅道路就除咗我讲话有个媒体战，就行两个。方向一個就是我哋講話向呢個曾玉成施壓啦。咁啊，譬如我講葉國軒啊，譬如我講詹培忠啊、謝偉俊啊，甚至詹培忠又最激啦，就要求呢個曾玉成辭職。辭職係啦。咁啊，謝偉俊同埋呢一個葉國軒等等咧，就同埋劉光華都會覺得佢依家嗰個判決係太過寬鬆，就主要係就住
住，即係我哋講梁國雄啊，黃毓民發言太過重複冗長呢一方面，佢係俾咗太多空間或者太多時間俾佢哋去講，咁希望咧係曾玉成咧嚴謹執法，咁啊呢個係一個方向啦。第二個方向就係其實曾玉成咧，佢都唔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佢其實都係一個高手嚟，佢真係好仔細去聽，即係我講話陳偉業啊或者長毛佢講嘅嘢，所以而家佢做嘅嘢咧就係不停去講話，你哋已經開始重複你嘅內容啦。其實琴日佢都捉到阿毓民咧，諗住再讀多一次嗰一條都俾佢捉到。咁啊，毓民同大舊比較難捉嘅，因為佢哋其實喺助理方面係做咗好多功夫，咁阿近都有幫手啦，咁啊，所以咧其實佢哋都喺重複方面其實係好少會遇到，咁啊，反而阿長毛就即係你知佢不嬲都打天才波啦，咁啊入去講少少，咁就發覺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對路咧，咁啊曾玉成就好果斷咁截停佢，同埋佢已經講咗一樣嘢就話，如果你持續去發表呢一啲嘅重複嘅發言，佢就會覺得係極度不檢點，就會威脅趕呢個長毛出場，咁我會覺得即係揸緊呢一個即係我哋講話所謂重複與否呢一個嘅判斷，同埋咧去威脅即係將呢一啲嘅語言係趕離場，我諗會係佢哋而家新嘅一個嘅發展嘅策略咯。其實而家保皇黨佢哋係喺度反守為攻咯，即係佢趌耐唔耐就趌下就話，哎呀阿主席佢好似又重複喎咁樣，咁啊令到曾玉成佢感到壓力啦。咁佢每一次其實都要提一個 judgement 啦。咁如果佢次次都話我俾佢繼續講嘅話，其實曾玉成佢自己都感受到一啲壓力。琴晚我睇即係做嘢就睇直播啊，覺得幾險嘅。佢擺明係喺度撩緊阿長毛發火啊，係啊，爭少少俾佢捉出去。即係首先第一就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曾玉成係受到大壓力，所以其實咧佢好多裁決已經係唔合理嘅，我覺得係嚇係。即係咧，即係咁樣樣，嗰、那個嘢點樣叫重複咧？即係呢個就好難㗎，好難去裁決嘅。即係佢如果你即係你係一字一句都係一樣啊。定係個意思都係一樣，都係算係重複咯。之前其實有一個就係阿大舊佢講都係講古巴，但係都俾阿曾玉成，即係其實古巴嘅唔同情況咧，都俾阿曾玉成話佢一提古巴就重複啦咁樣咯。係啊，咁就係即係同埋即係譬如話，即係阿大舊其實好多修正案，即係都係話幾多個議員幾多個 percent 攞翻幾多個 percent 剪出嚟。咁、其實我作為嗰個提修正案嘅人咧。就我有權咧，逐個修正案解釋同上一個同埋下一個嘅唔同，點解你可能接受呢一個噶嘛？但咁樣係唔準講，啲數目字啊嗰啲嘢完全唔準講。佢會判定為係一啲冇意義嘅數字，而阻止你繼續發言啦。同埋佢會話好多資料已經係印咗，係已經係俾其他嘅議員睇到啦，唔需要你再重複。但其實阿陳偉業同長毛都曾經講一樣嘢，就係以往香港政府嗰啲即係特區政府嘅官員都係咁樣樣去做嘅，但嗰陣時係好少會用呢一種嘅方式阻止即係香港特區官員。去就咗一啲嘅數字啊，或者一啲好冗長嘅一啲資料發言去阻止佢哋，咁但係而家佢就用翻呢種咁嘅方法去做，好明顯就有少少雙重標準咯。其實講數字係必要噶嘛，因為嗰啲係一啲係好實質、好科學性嘅一啲理據、一啲 evidence 嚟噶嘛，即係你唔能夠阻止人哋覺得係哦好冗長、好沉悶就唔俾人講，呢個係無理噶咯。係啊，即係咁變咗佢，即係將佢合併成為幾類啫嘛，即係每類準你講一次啫嘛，差唔多等於係咁樣係。呢個謝偉俊講嘅話，其實得七類嘅啫，你應該發言七次咧就可以去做表決噶啦。係咁，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咧拉咧都唔拉得好耐噶啦，而家咁樣睇就係、即係個局勢係即係相當惡劣噶啦，即係咁樣係。但其實拉到尾，佢仲可以出最後一招殺仗喎，雖然呢招幾絕下。即係佢既然啲保皇都有啲人不滿啊，曾玉成啊嘛，咁咪提出話不信任，不信任動議咯，即係咁樣。咁又可以辯論一餐嘅啦又。咁但係 anyway 咧，即係今晚應該過到啦，因為個時間剩翻個零鐘頭啦，係啊。所以今晚佢哋聽日就睇佢哋散唔散啦。不過聽日唔散咧，其實仲有咁樣，仲有咧就係佢哋要投票啊嘛。系，即系1300行咧，每次都响钟，每次都响钟一分钟噶嘛，即系嗰路已经系廿几个钟噶啦嘛，呢度有。如果中途唔够人咧，又点人啊？其实嗰度都拉到几日嘅，如果系咁，点都拉多几日啊？同埋一投票要困死晒所有人啫嘛，如果你人唔够嘅话，啲人唔够未够流会，但可能搞搞下有啲嘢通过咗啦又。吓、有啲嘢会变咗通过咗，即系保皇党唔齐人就变咗通过咗。某啲修正案通过咗咯，虽然对佢大局冇乜大影响嘅，不过有啲嘅搞笑下咯会啊。啊，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就即系呢个泛民咧，其实咧系两边不是人嘅，即系好多人咧觉得佢哋即系变咗系旁边学，即系咁样系好笑嘅，即系咁样样系。因为两边都想拉佢过嚟，但系似乎就佢哋都系唔受。你如果佢继续而家呢一种袖手旁观，即系就咁做少少嘢嘅态度，又俾人觉得佢哋见死不救咯。系。
但是如果他而家先至落嚟，其实已经迟咗噶啦。虽然我心里边觉得系迟到嘅，冇到，因为佢哋而家装埋落嚟打拉布嘅，可以可能拉再拉耐啲咯。拉耐啲可以。系，其实即系如果佢哋装埋打拉布咧，就大镬噶啦。佢哋就即系二十个轮流逐个讲，就即系咁啊。系黄世泽计过条数，六个人已经可以玩到150日噶啦。即系只需要系佢哋合作去做嘅话，佢话诶，其实你三个泛民代表嚟咪得咯，剩翻嗰啲人去做其他选举工作或者嘢冇问题嘅。不过问题就系三个都冇啊嘛，而家。咁就係呢一个当然啦，就是、西环呢就用咗呢一个压力囉，即係咁样係。之前派人守住喺个议会门外。嗰个係用咗个 AO, 坐喺度做住啲数，即係咁样係。咁因为即係以往我哋讲啊，李国宝其实佢喺早几日仲讲话我即係啲记者问佢、啊、你会唔会去坐会呀，係唔答㗎，但而家都改咗啦，话我会推晒所有嘅 appointment, 我係会坐足。但李国宝话佢病咗啦嘛，咁坐一日就病咁易病嘅。佢琴晚都话病病地㗎啦，但今朝要坐一坐又话睇医生。可能冷氣凍得滯啊！立法會仲有霍震霆啊、黃義宏呢啲，其實不嬲都係即係唔係好願意出席立法會。咁你會睇到其實即係好明顯，後面一定有人發功。如果唔係，唔會咁有紀律，係咁少留會嘅情況。係啦，即係霍震霆嗰啲一定係西環打電話俾佢噶啦，即係呢個唔使講啦，亦都西環俾壓力曾玉成噶啦。咁、但下次就唔係咁啦，即係首先即係你要將拉布嘅原則咧就確定咗。第一就係普通嘢咧唔會拉布，拉布咧一定牽涉到呢、這、一個限制香港人嘅人權、法治嗰啲咁嘅嘢，即係咁係。而且咧就作出实质嘅修订之后咧，即系详细谂好晒点样讲嘢，其实系，即系你而家咧，佢其实系用几类嘅变化咧，即系咁系好容易俾人哋捉到啫，咁样系，咁你就一定唔会重复。其实譬如话郁文改字咧，佢又好难捉到佢重复，因为个字都唔同啊嘛。你净系改个数目字咧，佢而家咧就唔俾你讲啦，即系咁样系。啊，咁就系、是、诶。冇可能建制三十人支持通顶，咁但我惊郁文支持唔到啦，即系最即系最多可以讲嘢嘅人咧就系即系郁文，咁但系郁文咧就即系郁文可以支持得最耐，佢讲嗰啲嘢，但系咧佢就失声啦，就系、是、咁样系吓。咁、我哋见到个画面，啱啱应该都开始再复翻会啦，睇个样都系。咁就係呢一个其实又係冇揸死啦，黄国兴原来有条例㗎嘛，即係同埋呢一个应该同佢讲，如果你陈列一啲嘢係超越你自己嘅位置嘅话呢，係犯係违反。反议事规则。佢真係贴到成。应该要收返佢㗎嘛，即係。佢真係贴到成个立法会都系佢啲大字喎，成个真登做错。上身啦真係。同埋应该系睇返以前文革嗰啲图片，其实好相似嘅，同文革大字报。不最低限度佢冇寫殘體字咯，即係如果唔係，應該網民會更加震怒。但係咧，如果今日佢唔通頂開到十點咧，即係呢一個係呢一個係我就睇下佢哋聽日敢唔開唔開會。係啦，星期六更加啲保皇黨唔想坐喺度同佢哋開會。咁不過係你投票都要星期六啦，即係星期六佢敢唔敢開會咧？又冇親節，即係咁樣，呢個係問題啊嘛啫。但係 anyway 咧，即係唔係用一個 single 嘅方法，係用。多層次嘅方法嚟到搞，即係咁樣應該就係、是、即係咁係。其實而家我哋都喺度諗緊咧，究竟阿鬱敏咧嚟唔嚟到聽日嗰個媽媽聲愛你咯？咁就睇聽日開唔開會咯，同埋佢身體支唔支持得到咯。冇錯。咁聽日晏晝我哋就會去開始去排噶啦，即係咁樣樣。其實我今晚做休息嚇、啊。其實有三條片我哋播嚟睇睇先啦。嗯。有三條片就關於拉布。係。哇！你播嚟睇下先。嚇、啊！有個網民作首歌，其實都幾啲詞填得唔錯咯。参选资格总要撑落去，两把口怎去吹？
定是很有争议性的法案，譬如举例，如果当年领会上市，那些泛民主派议员肯用这招的话，你怎么过渡？是不是很简单嘛，我举例跟民生有关的或者人权有关的，譬如你23条，我当然照板专门的了，是不是跟你搏命的了嘛，啱啱是瘫痪你的议事程序，利用议事规则容许给我们的权力去瘫痪议事程序，即我 cut 咗佢啦，即系举个例啦，即系我嘅话，即系譬如23条，嗰啲咁严重嘅关头咧，就所有嘢都瘫痪你噶啦嘛，即系呢一个就系、是、财委会、内务委员会乜嘢都提修订案噶啦，之前嗰啲冚唪都塞住佢，系冚唪塞住佢，之前嗰啲议案已经咁搞噶啦嘛，即系咁样系，我睇你点算噶啦嘛，即系咁样系，要个政府瘫痪噶啦嘛，其实有20几个人乜嘢做唔到啫，我就话。去到23条应该是全部民主派都应该要一起拉的。啊，应该一起拉的嘛，是不是？那就即是近来的长的，即是那个股市跌了，已经跌了1600点了。其实我是早一轮我已经告诉大家，即是这个是这次 是 serious 的。那其中最大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希臘究竟是怎樣呢，你說說，就是 Washington Post 說為什麼希臘是救不到呢，你說說這個問題。現在其實我要說話，其實希臘是最新一輪是不願意去接受，就是我說話這個歐盟的要求去做他們你即、就是計劃中的削資。那我自己上網找了資料，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就着一些可能退休金啊，或者我說公務員的薪酬呢，他們是削即、就是那些群眾即、就是或者希臘的人民不可能接受突然間有一個這麼大幅度的一個削減。但如果你不接受這個削減的話，其實歐盟已經即係之前一路已經講咗噶啦，就唔會再俾錢咧係希臘噶啦。咁如果佢一唔再俾金即係經即係資金援助希臘嘅咧，希臘就要自己印銀紙去找翻呢筆數。咁一用一個咁嘅方式，即係等於希臘就退出咗呢個歐元區。咁啊，成個歐洲嗰一個嘅金融嘅經濟體系咧，就可能會即係受到即係啲人都會講係自從 Great Depression 以來最大嘅一個嘅衝擊啦。咁因為唔單止希臘，即係如果希臘一走數嘅話咧，其實我哋講所謂金磚五國，即係意大利啊，係歐磚五國，即係意大利。或者我讲爱尔兰啊，或者我哋讲话一个嘅葡萄牙、西班牙呢一啲，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资金嘅恐慌，就是、喂你哋会唔会又系下一个走数就会资金撤走咧？就呢、是、一家就系讲紧就系希腊带嚟嗰一个嘅连环船嘅效应。即系国家破产咧，其实咧就经常都有发生噶啦，即系或者濒临破产嘅边缘。咁通常嚟讲咧，嗰、那个处理方法咧就系、是、大幅度贬值噶嘛，即系咁样。系啦。吓。咁而家咧呢、這個希臘嘅情況咧，即係首先最 fundamental 嘅理由，梗係即係因為社會主義太犀利啦，即係呢一個係國有化、公務員太多，呢啲係死梗嘅。長遠嚟講，呢啲係死梗。佢支出根本係 cut 唔到嘅，佢係啊，呢啲係冇得救嘅嘢嚟嘅。咁但係呢個 fundamental 更 fundamental 嘅原因，就等我好翻啲先再解釋。呢個係兩個 concept 嘅，其實簡單啲嚟講。因为那个我简单讲就是因为呢其实呢你如果要运行得那个经济运行得有效率呢，你就是在宏观层面呢你就要用市场经济去调节。但是呢你因为呢要保证国家的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保证人民的生命啊，即是尊严啊，即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是不可以用这个钱来到量度的。於是呢我们就有另外一套机制，就是用民主机制。而两套嘢呢是会冲突的。你明白吗？因为依家我们讲话搞这个削资计划的财长，就是原本都已经预咗是臭人的了。但他没有想过，即是他是用一个最即是其实他用了很多牙力，他要拗回来的一些条约，在希腊人心目中都是接受不到。因为两者实在相差太大。现在希腊那个总债项是他们 GDP 的 1.5 倍。因为你一用一人一票呢，他们就有一个自然有一个natural tendency 走向平均主义，同埋呢个私产制度呢就係、是、产生个冲突，两样嘢呢好难取得个平衡。咁而欧洲呢就係、是、呢个尤其是南欧呢，佢哋嗰种社会主义呢係最恶劣嘅社会主义，即係走 regulation。即是好多限制，所有嘢都好多限制。即是好多劳工嗰啲法例啊。好多劳工法例。17样嘢。然后呢同埋 nationalization, 即是国有化。呢啲呢係最叫大王嘅。北欧唔係走呢条路㗎嘛。北欧呢就走我讲嗰啲嘢㗎。
就更多津貼的、嗯、即是這樣、嗯、津貼窮人的就是這樣、嗯、所以其實如果你這樣說、就是、如果他要削資其實就是面對另外一個矛盾就是法治的矛盾因為他可能很多法例要修改才可以做到這種的縮減是啊咁呢嗱而家呢咁样即係希腊呢首先第一就希腊好大镬啦希腊呢总共负债呢就3500多亿欧罗。咁而家呢就削完债之后冚家產削咗1000亿欧罗呢佢又负返3200亿欧罗喎你知唔知解係利息嘅问题定係点要啊即因为呢佢原本呢个 deficit 呢就是 10GDP 嘅 15%。咁呢就要佢 cut 落去啊。点一 cut 落去呢你又加税，又呢、這、一个，又炒人，咁嗰、那个个经济跌咗20%，于是咧佢又负债又增加，你知唔知？所以佢话咧呢个咧拍波嘅咩就系呢个 ，this is a mission impossible， 即系你一路咧喺度追逐紧，即系你 cut 落嚟咧个经济又再跌多啲嘅啫嘛，即系咁样子。通缩嘅啫，英国都已经一路咁讲嘅，即系削资系做唔到佢哋所谓一个即系弥补赤字嘅一个方法。咁啊，依家希腊就更加实际上演示到出嚟啦。可唔可以讲孔子三分钟先啊？哦，好啊。孔子三分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就是这个就是日子听晚你来听妈妈声爱你我就会由我妈由我妈妈讲到我妈妈声就是这个咁即係預早話俾咁樣聽先啦。我媽咧就1920年出世嘅嘛，即係而家咧就92歲，所以我成日都記住呢樣嘢嘅，即係咁樣係。你唔可以唔知道你爸爸媽媽嘅年紀，因為咧其實咧有陣時，即係你唔同嘅 range 咧，你發現咧咁樣嘅，我留意到咧，你第一輪有病咧，就好多時都係40几50岁，即係開始咧就有啲心臟病或者早期嘅 cancer。如果你嗰橛自己冇咧，你嘅遺傳咧，你到咗60岁開始咧就有啦。但是呢你60几岁呢而家啲人呢睇样呢仲係好似中年人咁嘅咗即係咁一到70岁呢就大镬㗎啦即係急劇走下坡㗎啦其实你明唔明啊同埋到咗80岁之后呢就所有 cancer 都出晒嚟㗎啦因为开始呢就係好17000呢啲病㗎啦其实即係最低限度都有呢、這个脑退化症啦，即系咁样系啊，即系呢同 genes 都有啲关系嘅。啊，呢个好多关系嘅，即系咁样好多关系嘅。咁就系即系，所以咧一则以喜，即系个阿妈，我依92岁，咁都好开心啊。但系唔系，咁你一则以忧啊。咁喂，大佬92岁就好多好危险噶咯，即系咁样。一有咩事咧，当堂就好 Q 危险噶咯，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是。好在近来咧都好健康，但系咧佢行得太少啊。即系我阿妈咧有啲脑退化症，脑退化症咧。好在即係老人痴呆症，佢咧就好在就唔多行。如果佢係活躍嘅人咧，就仲大鑊，失咗。即好似王麗松老婆咁，周圍走咧，你去廁所啫，個工人佢已硬咗，已失咗蹤啊！呢啲係，呢啲係最危險嘅，呢啲係。係，我講到先。好啊。而林流會嚟嘅，中由郭兆明博士贊助播出。知識係改變命運嘅力量。国际释迦文化中心送赠俾山区学校的儿童百科全书，结集3000多名学者，花上7年时间编制而成。若果你都想参与今次活动，中心可以代办并送到受惠学校。每套儿童百科全书年运费港币180元。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仲会回赠内含14套精彩印度电影光碟1辑俾参与者，请将存款收条连同姓名及联络资料传真23380633或电邮至 aardf@navigator.com。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嚟改革农村嘅工作，可浏览 www.happyhari.com。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牛佬的古惑仔呢，我觉得是最有文化价值。古惑仔我觉得最好看呢，就是少有的香港的作品里面呢，是多些成年人的心态描述，多些世故的世态描述。纵观全香港的编剧，牛佬写的对白呢，是全香港首屈一指。古惑仔能文能武，叱咤江湖，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版，和平出版有限公司制作。今年立法会选举9月9号就举行啦，想有份选出代表你的立法会议员，记住在5月16号之前登记做选民。我是何子麟。大侠韩昭，接我的六脉神剑，再接我的降龙十八掌。天龙八部二安拉，有齐金融十大门派，自由选择各种武功招式重现眼前，加上全新开放的第八本心法，乔峰段誉都不够我砌啊！天龙八部二安拉全新改版，惊已登场。香港瑜伽协会主办 Yoga Gala， 香港国际瑜伽比赛大会，由主席 Master Dixon 联同七位国际级大师主持表演研习班同比赛。5月26至27号在九龙湾会展，全日有得睇有得玩，仲有嘢送。每张门券可换取价值高达1300元的福袋，快啲嚟 Yoga Gala Share and Dare 啦！报名查询 www.yoga-gala.com。 星期一、三、五，萧山坐镇陪你游走古今时事，道尽文史哲理。风雅萧萧，现在开始。好啦，咁啊，讲翻个问题啦，咁就系即系。即是现在他们呢都作了打算被希腊呢就吞出去的，已经有这个预备的。所以就很强硬。因为呢其实希腊的政治局面呢是变成 no one can make the decision， 就是这样。嗯，是。咁现在当然他们现在我想都要再拖的啦，欧洲人都挺喜欢拖的。就是拖呢就是不如等他再重选，就是再大选，因为他们form不到 government 的话呢，选多一次都不掂的话呢，咁我相信德法呢就預咗去走㗎喇，係睇下大家度條計。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局勢點樣唔同呢，就嗰啲債呢就全部呢就去債呢一個歐洲國家中央銀行同國家啦。俾佢哋買下呢，佢哋買曬唔肯都係爭都似中國咁㗎。似中國咁又係咁用國債買返地方債。亦都因為即係其實頭先蕭生都有講啦，喺休息之前就係、是、根本上其實希臘嗰個減赤嗰個方法即係做點都做唔到㗎喇，因為而家佢應該超過 150%,160% 個 GDP， 根本你係還唔到嘅，係完全係還唔到嘅，係完全還唔到嘅，再加上佢嘅息咁貴啦，咁、所以你諗下你自己如果年薪嘅160%嘅債仲要每年要 charge 你700% 息，咁你點還呢？咁所以呢大家都已經預咗打咗輸數㗎，再加埋其他嘅歐洲大國呢似乎都仲係即係各懷鬼胎，都未必肯一齊咁樣行落去，咁所以呢就佢而家度量嘢，